你是学生吗？是的，我念高中2年级，在高二啊。你呢？你年级？我读大一。你有姐姐妹妹吗？有2个妹妹。都上学了吗？上学了。我的妹妹上初中1年级，小妹妹上小学2年级。你是大学生还是研究生？大学生，我明年想上研究生院。你将来想当什么？我想当演员或者运动员，可是我父母要我当医生。你呢？我还不知道呢。你父母是做什么的？我爸爸是老师，我妈妈是律师。啊，我爸爸也是律师。那么你妈妈呢？我妈妈不工作。